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宫里吗？以前中秋节，你不是最爱吃母妃做的这个吗？我就给你带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没事，可能我命里就和这天牢有缘吧。你要是今晚没在牢里，我们可以一起放些孔明灯，给林家的叔叔伯伯们祈福。那拜托你了，顺便也为我放一个吧。云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的。别再动不动就监狱了，你好歹也是个皇子，原来我许灵儿你还会有别人，不耽误你争夺这个天下。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？玉哥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对你的心意吗？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不会将太子之位拱手让给穆云起，更不会远离京城来了却余生。你知不知道，当我得知他那样对你的时候，我有多心痛？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恨不得替你在牢里受尽折磨。是，我是想要这个天下，但我和那个人渣不同，我争这个天下是为了给你一个可以安身的家。如果没有你，这天下算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手链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小时候玩家家酒扮你的娘子，我真的很开心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有来生，你我二人做一回真夫妻吧。不，不用下辈子，这辈子就可以。别说傻话了，神卦命算你无法逆转。即使如此，能更加容易。这病你得细品，